谈到为时的所变，在这里包括能变、所变、变现的三个部分。前面讲到所变，所变主要是相分、见分，接下来要讲到能变。那么根据唯识三十论的思想呢，就是认为八识啊都是能变，所以叫三能变。这个三能变呢，也就是这叫此能变为三，能变呢是三，所谓三就是三类八种，三就是三类，就是初能变阿赖耶识，第二能变莫那识，第三能变前六识。前六识啊，前六识就是一共六种咯，所以是三类八种。事实上我们讲到心王，其实也含摄了心所，所以讲到三能变，事实上也就说明了一切的识心所都具有能变的特点。那么现在就是先讲第一个，为艺术能变，为艺术思量。艺术能变指的就是第八识。这第八识为什么称为艺术能变呢？因为第八识是作为有形生命种的果报体。所以我们下面讲到第八识的时候，又讲到就是果相，这是第八识，它就有果相。这个果相呢，就是第八识，它是作为生命的总的果报体，所以它得到了这个艺俗世这样的一个称呼，因为它是作为生命总的果报体。所以他得到了艺术史这样的一个称呼。什么叫总的果报体呢？就是他具有承担在有形生死流转过程中的造业、造果、承担果报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就像我们讲的，就像一个公司的，就是法人代表一样，他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如果所有的事情啊，最后要由他来负责任，那第六识干了很多坏事啊，最后都要由他来负责任，他是具有这个，他是责任，承担责任的。那前六识相比之下，前六识啊，它只能称为艺术生。什么叫艺术生？就是由这个果报体派生出来的心理活动，派生出来的心理活动。那第八识称为艺术识，称为艺术能变。这个艺术它有三重含义，第一重就是变异而熟，变异而熟。什么叫变异而熟呢？就是说明任何一种因，从因到感果的这个阶段呢，它是要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因到果，因果之间它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就像我们在土地里边种下一颗种子，从这个种子到结成果实啊，这个过程它是要经历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这个种子要长出芽，要长出苗，然后要长成树，然后要开花到结果，所以因和果它是要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这个因是不可能成为果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特点，叫变异而熟，就说明因和果的关系。第二呢，
是一时而熟，一时就是不同的时间，从因到感果啊，在时间上是有差距的，不是同一个时间。当然在佛教里面讲到这个因果还有等流因果，艺术因果，如果等流因果啊，那么它在时间上就是相同的。那如果这个艺术的因果呢，在时间上啊就是不同的，就是我们造了善业，造了恶业，然后最后招感果报啊，造业和受报的这个时间啊，它是不同的。那第三叫做异类而熟，异类，什么叫异类呢？就是因和果，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因是有善有恶，我们讲这个业的因啊，它是有善业，有恶业，但是果报呢，它一定是无忌的，所以叫因为善恶，果为无忌，因是善恶，果为无忌。我们造了善因，或者造了恶因，然后最后感来的果啊，都是无忌果。当然，这个无忌果呢，果报当然是有好有坏的。比如说，你感的人间的福报，这个果报是一个理想的果报。但是理想的果报，你不能说这个果报是善的还是恶的。哎，你不能说啊，这一户人家，这个生活条件很好啊，很有福报啊，那就是一种善，就是一种善的行为。哎，也可能有的人他福报很好，可是为富不仁。那还有的人呢，他的生活条件很差，很没有福报，但你只能说他的条件不好，你不能说他这个果报是恶的，他本身说不上善和恶。所以果报都是无忌的，没有善和恶。但是这个果报啊，它可能会成为你造善和造恶的基础。果报的本身是有好有坏，但是不能说是善和恶。不能说是善和恶。所以艺术的第三点就是异类而熟。因，我们造了因，我们的一个行为有善和恶。但是结果是有好坏。但是不能说善和恶。那么艺术呢，它是作为一个果报的一种称呼。那在这个八个识里边啊，只有第八识它才能够承担这个生命种的果报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它称为艺术能变。那接下来讲的是思量。这个思量在这里呀，指的是第七莫拿识。第七莫拿识翻译成我们的汉语就是有意的意思，意识的意，单称为意。那意什么意思呢？意就是有思量的意思，思量就是思维、衡量、分别。是两个特点。那么在八个识里边，为什么唯独把这个第七莫拿识叫做意，称为染污意呢？原因就是因为它具备恒审思量的特点，恒和审两个字，恒，它具备恒和审的特点，恒。就是这个第七莫拿识的活动，它的思维的活动啊，具有永恒性，也就是没有间断的，在无尽的轮回中啊，因为第七莫拿识的活动它是没有间断的，它始终以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把这个阿赖耶识当自以为我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它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这个第七莫拿识也是很清净啊，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这种自我它是非常的深刻，所以它一方面具有恒，就是没有间断的在思考第八识是我，所以它具有恒和审的特点，一个是没有间断，一个是不断的在
思维。那么在八个识里边啊，比如说像第八识，它具有没有间断的特点，但是不具有这种不断思考的特点。像前六识呢，它具有思考的特点，但是呢它没有不间断的特点。唯有第七识啊，它具备的没有间断而又不断思考的这样的两个特点，所以它读得思量能辨，就是莫拿识的这样的一个名称。那接下来就是讲到了别能辨。了别能辨指的是前六识，其实八个识呢都具有了别的特点，也都具有思量的特点。心意识嘛，就是这个第八类，也是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心。这个第七莫拿识呢称为意，前六识呢称为识。八个识啊，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八个识也都可以叫做心，也都可以叫做意，也都可以叫做识。所以我们叫八识，就是八个识都叫做识，八个识也都可以叫做意。但是呢，因为在这个八个识里边啊，因为八识、莫拿识和前六识啊，他们在作用上的特征不同，也就是前六识它更叫直接叫识更适合，莫拿识呢叫意更适合，第八识呢叫做心更适合。就是比如说心是有积累的意思，意呢就是恒省思量，因为根据恒省思量的这个特点，所以第七识啊它读得这个意的名字。那前六识呢在了别上它为什么前六识读得识的这个名字呢？因为前六识在了别上它特别粗，它的了别啊很粗。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能够意识到我们的这个思维的作用，基本上都是意识的作用。而第七识、第八识，它是一种潜在的一种分别作用。而这种潜在的分别的作用啊，我们是感觉不出来的。唯有前六识，尤其是第六意识，它的了别的相特别的粗，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特点啊，这个前六识称为了别能辨，了别能辨。那么我们前面介绍到的三能辨。三能辨的含义，那么三能辨整个唯识三识论啊，它的重点主要就是在建构这个三能辨，具体的说明就是三能辨。所以这个关于三能辨的内容，我们到下面我们还要对每一个识，比如初能辨，我们用八段识门，然后第二能辨、第三能辨都会用类似的篇幅啊，对它做具体的详细的说明。那么现在这里呢，在这个标中的这一部分啊，主要就是把这个问题给提出来。那接下来就是要说明这个三能辨究竟怎么辨，如何变现。在唯识学上啊，对这个识的变啊，识变啊，分为两种，就是因能变、果能变，一种是因能变，还有一种是果能变。什么叫因能变呢？因能变就是由这个因啊能够变现出来的。这个因是什么？这个因也就是万法生起的因，以及我们生命这个开展，我们有形生命开展的，以及各种心理活动产生的因。这个因是什么呢？因就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就是种子。
这个种子在唯识里边也叫习气，也叫习气啊。什么叫习气？所谓习气跟它的来源有关系，习气就是由兴起而成的，就是我们在介绍一个知识的兴起，或者呢我们的心理活动或者是行为的活动之后的当下，这个活动的当下或者我们在接触环境的当下，它在我们的内心啊就会兴起，兴起就会留下气息，就会留下气息啊。这个气息呢就是种子，所以种子也在习气，习气就是我们这些心理活动的过程中兴起而成的。那么这个习气啊又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等流习气，一种叫做易俗习气，一种叫等流习气。等流我们从这个概念就可以看出它的含义，等就是平等，平等其实就是相似的意思，就像流水一样，我们看那个流水啊，前面的水跟后面的水啊，它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不会有的，它就是一种相似，它是一种相似相续。所以等流的因果啊，它是属于一种相似相续的因果。就像我们每天我们在学习知识，我们在成长，这个整个过程啊它都是一种在相似相系的过程中完成的。如果不是相似相系的话挺麻烦的，那我们的变化，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是十岁的时候跟现在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其实呢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但是这个变化它是在等流的过程中进行，就是这种变化它是相似相续。如果不是相似相续的话，我明天看到你们都认不出来的，你们明天看到我也都认不出来的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人的思维的活动也好，还是说我们的身体的活动也好，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万事万物的变化，一棵树在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它就是一个等流的过程，它虽然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你说如果它一刻不变化的话它就是不会变的，事实上它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不是一个突变，它是一种相似相续的变化。所以这个因果就是叫做等流因果，它是以等流习气为因，然后形成了一种等流的果。那等流的果因跟果啊它是同时的。那另外还有一种种子就是叫做易俗习气。易俗就是指业果。易俗习气呢主要是指的就是我们造了善业和恶业所形成的一种种子力量。那这个等流习气啊，等流习气啊又叫做名言种子啊。等流习气又叫做名言种子。叫做名言的种子。这个名言种子啊有两种，一种叫做表意名言，还有一种叫做显境名言。其实这个名称很生动。什么叫表意名言？它就是指语言嘛，它就是指名言概念嘛，就是我们每天在说话，我现在在说话就是表意名言在作用。表意名言就是语言，就是概念，我们每天说话就是表意名言在活动，我在不停的说话其实就是一个表意名言的过程，因为在我的意识里边兴起的许许多多的这些唯识的这种种子，当我在坐在这里讲座的时候，
这个表意名言啊，就会唰唰唰的往外冒。那如果你们没有学过唯识啊，那你就缺乏这一方面的表意名言。那也可能你学过别的东西，叫你去讲一个你擅长的东西，那你只要嘴巴一张开，那你的表意名言就往外冒了。所以语言的产生，事实上就是表意名言活动的结果。那么这个表意名言是怎么产生的？它怎么形成的？在八个识里边，哪一个识能够产生表意名言？那我要告诉大家，在八个识里边啊，只有第六意识，它才能不断的制造表意名言。所以我们的表意名言啊，就是由我们的第六意识制造的结果。那前五识它是没有的，前五识因为它的认识是停留于限量，它是不带名言的。而第六意识呢，它既备有三种分别，所以它会不断的思维制造名言。那另外还有一种名言，就是叫做显境名言。显境就能够当它在活动的时候，这个种子在活动的时候，同时就会呈现出影像。这个种子在活动的时候，同时就会呈现出相应的影像。那就是指的我们的各种心和心所，各种心和心所的活动呢，它就是显境名言的作用。我们的每一个心念的升起，每一种心理活动的产生，它都是显境名言的作用。我们的这些心识，心识在活动的过程中，就是前七识啊，前七识在活动的过程中，就会不断的兴起这种显境的名言种子。而这种显境的名言种子啊，它就会成为我们未来的生命发展和开展的基础。也就是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心理的形成和各种各样的心理的活动，各种各样的心理的活动啊，是因为我们的八识田中有无量无边的这些显境的名言种子。当这些显境名言种子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心和心所现行，比如贪心啊、嗔恨心啊、我慢心啊，每一种心所的现行，或者每一个心的现行、心理的现行，都是代表，都是属于显境名言种子活动。所以说，每一个心理活动的过程中，同时它一定都伴随着有一种相应的境界。也就是当这种心理活动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的天空里边，它自动就会弹出一个影像，弹出一个影像出来。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你只要想一件事情，一定就会有这个事情就出现了。但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一定还会有伴随着跟这件事情的感觉，以及你对这件事情的认识。这是属于显境的名言种子。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就是名言种子都是属于等流习气，它属于一种等流。这个等流啊，其实这个等流啊，它就是把这样的一种这个种子以及这个种子的活动的特征啊，已经告诉我们了，它就是一种等流。那另外就是艺术习气，就是业种，业力的种子，业种啊，它主要是我们造的善业和恶业，由这个善业和恶业啊所形成的一种业种子。那么这个业种子啊，它的力量在这个种子里边，它的力量会特别的强大，它是直接推动着我们未来生命轮回的一种动力。所以如果我们从现在的哲学上的概念来说，名言种子就相当于资料因，业种子呢就相当于动力因。
有的时候这个动力因跟资料因啊，事实上它是不分的。有的时候一个种子它本身既包含着名言种子这个层面，同时啊它又包含着业种子这个层面。就是那么有的种子啊，它只是单纯的名言种子，它只是单纯的名言种子。那名言种子跟业种子它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比如说这个业种子我们感完果报了，这个业种子也就结束了。而名言种子呢，你一旦在你的识里边形成这种名言概念啊，它会这个近未来记的，这个它是没有结束的时候的，它是，所以名言种子是属于没有少尽下，你介绍了之后，其实你在重复的过程，它是在不断的增长，哎，但是如果业种子呢，你形成果报啊，果报一旦结束了之后啊，这个业种子的这个力量啊也就消除了，哎，就像一个人你要报了仇，你报了仇之后，你的气啊，你的气也就消了，哎。所以业种子它要是没有少尽相的话，那就麻烦了，你造了一个业，它会永无止境的招感果报，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的轮回正是由我们在这个生命延续的过程中，我们造了很多业，然后这些业力它会不断的推动着我们去轮回。所以在为三十颂里面一个偈颂叫做前一熟即尽，复生一亦熟，就是说这个业力啊，一起一起的生命啊，是随着我们造的业力，然后业力就是旧的业力招感完果报了，然后新的业力又产生了，然后新的业力招感完果报了，然后另外一种业力又成熟了，所以叫业力无尽，生死无穷。我们造的业啊，没有穷尽，所以有情在轮回中啊，所招感的这个果报啊，它也是没有穷尽的。所以有这个两种种子，等流习气和易熟习气。当它现行了之后啊，就会开展出八十三性诸法，就是开展出宇宙人生的一些现象。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除了因能变以外，还讲到果能变。果能变就是这个种子啊现行了之后啊，就会产生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八十的现行。那么八十在现行的过程中啊，每一个十在现行的时候啊，也都会变现出见分和相分，都会变现出见分和相分。所以果能变呢，在变它的变的特点就是变现，因能变它的变现的特点就是转变。同样都是变，变的性质不一样。我们讲因能变它的特点就是转变，就是把种子转变为现行。那果能变呢，它的变的特点就是变现，就是由自证分每一个时，当它现行了之后，现行的时候啊，当下就会从自证分变现出见分和相分，变现出见分和相分。那么这个就是果能变。所以以上呢，我们这个标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啊，到这里就讲完了。这个维持它的宗旨，主要就是破执，要破除我法二执。那破除我法二执，主要是要通过建立诸法维持的这样的一种中道正见。我们如果具备了中道正见，那么我们就可以破除我法二执。那么对唯识中道正见的建立啊，主要也就是通过唯识所变的认识和学习。所谓唯识所变的认识，就是认识到我们的识，八个识啊，它是怎样变现出
见分、相分，开展出我们现有的就是人生。那么至于具体怎么开展，在下面三人变的这一部分里边啊，还会有就是将要展开具体的更详细的说明。那么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多留一些时间提问题，因为这个为师啊，可能对大家来说应该也是有一定的难懂啊。这个问题是说，请问法师，将见分、相分、自证分升起的次第，这个见分、相分、自证分它的升起并不是一个次第性的，当这个自证分升起的时候，同时就会展现出见分和相分，这里边并没有一个次第。这里问两个问题。一，陈维师论正一说，世间圣教说有我法，但有假立，非实有性。请问这里的假有和实有，它的区别在哪里？这个实有就是要否定世间上的人所执着的那一种，所认为的那一种，就是真实不变的，真实不变的有。唯识所要肯定的是假有，所要否定的是真实不变的有。所以否定真实不变的有，就是在肯定它的假有，那承认它的假有。依据眼识的自证分，是否可以认为眼识有自证限量，又因为眼识没有边际值，是否可以认为凡夫可以通过自证限量去认识依他起？凡夫是可以去认识啊，但是关键是你要有这种要有证见的基础啊。如果没有证见的基础，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应用这种自证限量。然后这个问题，施舍自证分的意义，自证分和见分有何不同？这个问题要请听下回分解。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问题的地方啊，下面有专门的地方说啊。平常呢，要多花一点时间看一看认识与存在。如果你们不在这本书上下一点功夫啊，你们光听我这么讲一讲啊，确实还是会有一些难度的啊。这个问题是说，请问阿赖耶识是无体随情假，还是有体失色假？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外行啊。阿赖耶识它本身作为一种这个缘起的现象，它的缘起的现象是有体还是无体呢？当然它是有体的，是一他的假有，但是作为凡夫对它的认识啊，就是无体随情假。凡夫因为就像我们的莫拿识对阿赖耶识的认识，它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那么这种错误的认识所形成的影像啊，比如说莫拿识把阿赖耶识当作是我，那这个我就是无体随情假。而阿赖耶识的本身，它作为它的存在，如果我们正确的去认识它，你把它叫做阿赖耶识，那这就是有体失色假。所以来自圣教的案例就是有体失色假，来自凡夫的错误的认识认定，那就是无体随情假。
看，这也是一个问题啊，确实是个问题啊。法师说，凡夫认识的境界是五体随形，假。一方面说世间万物都有它的自性，请问怎么认识这两种说法？世间万物都有它的自性，这个自性啊，从唯识的角度来说，它是把它作为一种，就是它的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的特质，都有它的特质啊。这个特质是有没有呢？它是缘起有，它是因缘的假有，它离不开条件。它没有独存性，它是没有独存性的。什么叫独存性呢？就是不依赖条件的存在。任何一个事物啊，都没有不依赖条件的存在。事物的所谓的特质啊，它也是条件的产物，也是由众多的条件的产物。那如果说我们认为有这样的一个独存的、不依赖条件的特质，那你说客观上有没有呢？啊？那客观上一定就是没有嘞。那么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它就是五体随形假，因为你所认定的这种不变的特质，在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你的感觉里边是有了，在你的感觉上，你觉得千真万确，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以它是五体随形假。但是作为法的自身的存在，因缘法，它不是没有，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果你认为它什么都没有啊，那就是一种断见，所以它是有它的。有它的特征，有它的存在，这是有的，清楚吧？只摇头啊，看来这个头应该，有几个问题啊？见分、相分与想心所有何差别？有何差别啊？每一个心法开展的时候都有见分、相分、想心所，当它在活动的时候也有见分、相分，就是当然见分和相分不是局限于想心所了。每一个心法它在开展的时候都会有见分和相分，就像你想一个人。他一定有这个人想的这个人和你对这个人的感觉和认识，这就是想心所的见分和相分。比如说，我们注意心所的活动，注意警觉，我们把我们的心专注在一个对象上，那么这里面一定包含着两个方面：专注的对象和专注的心。专注的心就是见分，专注的对象就是相分，所以每一个心的活动啊，都有见分、相分。诸法是不依也不异的关系，一属果，为什么是一时而熟，异类而熟？这个诸法是。这个不义的关系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那么一熟果是一时而熟，一类而熟，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要搞清楚，不可以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的。一熟果，它是讲的是因和果，因和果这个之间。这个之间的过程，所以我们理解一熟果，就是要把因果
就是要从因果上去理解，就是我们造了业，然后感的善和恶的，感的这种无记的果报，从这个层面去理解，那么它具有一俗的特点，它具有异类的特点。诸法为识，识也是缘起的。为什么说有体呢？有体，这个有体呀，就是说它的存在，这个缘起法嘛，它肯定是有它存在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一种特质，也就是存在的特质。任何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特质，但是这种特质有体。这个体也是假有的，这个体也是一种因缘的假象。我们不要一想到有体，就把这个体当做是一种永恒的、独存的、不变的。我们不要这样去理解。所以识的存在，要没有体，那就是没有咯。如果说没有体，那就是不存在的。如果是存在，它一定是有它的存在的。比如说有它的质地，我们说物质的存在有它的质地。心理的存在有它的分别，有它的感知，心理的特点有它的感知的特点，觉知的特点。物质的存在呢，一定有它的执爱的特点，那这就是有体，有执爱，那就是有体。但是这个体又是个什么东西呢？体也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它也是一个因缘假象。不是说天生的就存在，也不是说它永远都不会，就是它是固定不变的，不是这样子的。第一节，师地论说诸法有离缘自性，那么这个离缘自性是否包括缘起的一他起？又说一他起是幻有，所以是无。这样说是否患损减过失？离缘自性啊，当然也包括依他起咯，一切法除了假缘，还有离缘，语言表达的。但事实上，所有的语言表达，语言不是事实，语言不是事实。如果语言是事实，那大家说话可是要注意啊。我们语言如果是事实的话，我们说火，马上嘴巴就烧起来了；要喝水啊，说一声水，马上就水就来了，水就从我们的嘴巴里冒出来了，那就成了龙王了，会吐水的。所以法，一切法都是离缘的，不管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所以法是。它本身是没有名言概念，名言概念只是我们对法的一种实设，一种假名案例。那么这种依他起的假有啊，它也是一种幻有，幻有但不是没有啊，如幻如化，梦幻泡影。如果你认为它没有，那才会犯的是损减的过失。如果你认为它是真实有，那就是犯的是增益的过失，因为你的什么叫增益，就是你增加了，它本身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没有这种不变的内涵的，你认为它有不变的内涵，那就是有增益。那如果说它是存在，你认为它是没有，那就是一种损减。所以学习佛法呢，就是要远离增益损减二边之见。要通过如实，要建立如实见，因为只有如实见，才能发展出智慧。请问法师，唯识否定真有，肯定假有，对修止观有什么指导意义？唯识否定真有啊，这个真有呢，就是否定，唯识并不否定真实的有。其实学习佛法就是要帮助我们。获得一种真实的知见，所谓真实的知见，就是你的认识跟事实的真相就是相符合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讲的假有，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真有。为什么说假有就是一种真有呢？因为事实的真相就是假有，它就是一种虚假的，然后你对它建立一种虚假的认识，那你这个认识跟事实的真相是相符合的，那么这种认识就是真实的。那么这种真实的认识啊，会开智慧。一旦你的认识真实的，那你的内心智慧就开始往外冒了。但是唯识要否定的是那种真实不变的有，就是你认为比如你把这个有为法，把这些事项啊，当作是一种真实不变的存在，那么这个认识啊，跟事实是不符合的，所以这是唯识要否定的。那么我们具备了这种正确的认识之后，我们需要学会用这样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去观照事物，通过观照事物的过程中，然后解除我们自己内在的由这种错误的设定啊和产生的烦恼。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修止观的过程。所以真实的认识，正确的认识，这是我们修止观的重要的基础。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